阵阵剑拔，轻轻吹过，摇动大旗。喝得马雀也不敢往下飞，美景如画映眼前，这里是天上人间。冷不冷啊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还好啊，还好。阿里阿达啊，谢谢。39年卖到今天，卖了60几年了。啊，你看看，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你妈都没有，还没出生呢。这里，这里。慢慢来呀，慢慢来呀。来来来来，我们两个合照。但是所有的报纸都是，你看，都靠推销啊，每家每家爱护的，你看。豆啊，就推销订报啊，订报啊，就这样的。那那个时候报纸多，好多种的，那个晚报、早报好多。好像40、41、42年的时候，余继忠啊，就到美国啊，买个这个彩色电视啊，那个印报的机啊，那个是一彩色一印出来不得了，那个大家都欢迎的不得了，就他一个报友啊，哦，这一起来好像发财了，哦，订报人、看报人特别多。啊，就是步步高升，步步高升。我们以前登广告，我一天都可以赚到这5、6千块呀、啊。我以前就登这个广告，赚广告，跟着登广告啊，啊，现在卖报没用啊，现在广告不能登了，没有办法的。我那个时候来台湾是民国36年，那时候是当部队啊，啊，我们那个是99军的，卖报纸是39年的。我们那个以前住花莲呢，我们那个部队征兵呢，我们那个经常讲，你们拿个下去，随便你们退下来呀，3个月薪水啊，随便你们。那退休大概60岁吧，退休在那卖报，一直卖到现在。你看卖到现在，你看看，这车从民国40年到现在呀，那时我们买车买不起啊，都是报社里的配合我们送报啊。你看看。这个换这个袋啊，得换了多少条了？大概500-600有，送订户啊，送啊，送下去再卖呀、啊，现在还是有订户，这就是靠订户啊，要靠这个卖多高了。那是苹果报一出刊是吧？1分5块钱呢、啊。这是一出版5块钱，把这个联合报、中国时报都打垮掉了。人家都15块，他卖5块，那个是苹果报不得了，你看看，哇呀，那好厚啊！啊！哎，报纸慢慢来了，赶快啊！有的你搁钱呢，但没钱的要，没钱的要，啊，还有好多那个赖皮的，今天来借100块，明天来借200块，我说你这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，你拿只借不还，你搞什么的？我就拿报纸，我说拿你们去找字啊，啊，对不对？你找就有啊，你看看，我早上你看啊，差不多4点钟起来，起来洗洗脸，弄吃过饭。就整理报纸啊，来送报啊。我送完报到这里差8点钟啊。阵阵剑拔，轻轻吹过，摇动大旗。喝得马雀也不敢往下飞，美景如画。映眼前，这里是天上人间。